17日凌晨，网红吕永兰在社交平台晒出与林更新的合影，并写道：“厦大一日游。”照片中，林更新戴着黑色口罩和帽子，和吕永兰合影时头挨着头，看上去很是亲密，疑似新恋情曝光。而林更新16日晚也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在厦大同一地点拍摄的视频，但目前已经删除。对此，网友纷纷持有不同意见。有网友表示：“被人晒合照就能盖章恋爱吗？之前两人互关的，说明认识，被认识的人晒合照很奇怪吗？”也有网友支持林更新：“没在怕的，该谈就谈，这种状态也挺好。”这已经不是林更新第一次因为跟女网红合影上热搜了。就像网友说的，对于林更新恋情这事儿，我想大家都已经免疫了。不过感情生活之外，林更新几乎是神隐了，很少公开出现。最近一次被人拍到还是13日，在某售楼处被网友偶遇林。照片中，林更新身穿黑色羽绒服，搭配蓝色牛仔裤，身材比例优越，头戴爸爸帽，抢镜。